哎，大家好，我是北美富哥。今天呢，这个视频咱们说一下啊、怎么去跟那些做一下 radio call。今天我跟小毛在这飞，小毛是个也是个同学。你飞多长时间了？30个小时了。30个小时了，那你现在还没 solo 呢，对吧？对对对。那还好。那咱们今天就是飞到 Watsonville 吃个饭，然后回来。然后呢，咱们先说一下怎么去做一下 radio 吧。飞机里边一般都有两个 radio， 这个飞机里边呢，一个 radio 在这儿。看不见哦，后面没有事，那得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边。然后呢，radio 的时候呢，就跟控制，就比如说跟那个叫 control tower 啊，跟比如说就和那些 traffic 的话呢，一般的话呢是有四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先说你叫谁，第二个呢就说是你是谁，第三个呢你在哪儿，第四个呢你想干什么。比如说呢，咱们一会儿把飞机启动以后呢，当前面问，比如说我让来一个就是个 take off clear， 对吧？我就会说，我能在 retrieve， 说 retrieve ground， Cessna 什么3547 hotel at Tradewind， 然后第四个是 requesting downwind departure with， 然后有一个什么就那个 weather 的事儿，然后呢回来时候呢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事儿。然后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呢，咱们就多给大家做几个 example 就行了。那好吧，我们先起飞了，然后呢，咱们一会儿见。好，哎，大家好，现在放气已经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我现在就需要call一下那个 ground tower， 在那叫 ground， 然后呢叫来个 clearing 那个。然后呢，首先呢，怎么操作这个？我们操作这个 radio 说一下吧，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呢 radio 和不太一样，但是呢，左边一般都是有控制就是声音大小的。然后呢，这边的话呢，这个钮的话呢有两个，一个大圆的，一个小圆的。大的话呢，控制就是这个大字儿，就是119120的。后边这个小的话呢，是控制这个小点字儿，就是775880的。来调一下啊，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四个事儿，对吧？对，这个转三三对半程，咱们不说在最终是在新疆路的二十分。这是 MIB 的最快的菜。好了，当前有 clearance， 可以听这个和之前的左边一半。没有飞机，走了。好，现在大家好，我们现在把那飞机已经查完了，准备开始往那边准备要起飞了。首先的事呢，刚才咱们是在 retrieve the ground 上面，对吧？现在呢，在走之前的话呢，需要变成 tower， 然后才能动。先往前攻吧，现在没有太多飞机，还好。好，现在已经是变成 tower 了，我想跟 tower 说了。Retrieve tower Cessna 3547 hotel holding short 31 right, ready for takeoff.3547 hotel, retire hold short runway, you doing right? Holding short 31 right, 3547 hotel. 刚才我说什么呢？就说 retrieve tower, 我是3547 hotel. 然后呢，第三个事我说的就是我在哪儿，我在 holding short 31 right, 对吧？第四个是 ready for takeoff, 就是我想起飞。然后他告诉我 hold short, 因为刚才有架飞机降落，就说呢，我就给他 read back, holding short 3547 hotel.对了，你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就那个风就是那个空速的事吗？嗯，这个白的话呢，就是说是 flaps down， 就是大概40是那个什么， flaps down 的 stall speed。 对，然后绿的话呢是47-48。 对，就是这是 no flaps， 这是 no flaps 的 operation speed， 就是对带着绿的，这个绿的那个红到这个话就说明这会 stall 的。 OK，三块钱，我就想每次都是1分钟3块钱，1分钟3块钱，所以如果快点走，所以应该飞起来的话就不动了，因为飞起来还在地上都一样价钱嘛，我应该在空中花那3块钱。对，3547 hotel, read heavy tire, right downwind, runway 31 right, clear for takeoff. Right downwind 31 right, clear for takeoff, 3547 hotel.9027 hotel, read heavy tire, traffic 12 o'clock, 3.5 miles southeast on Cessna 3500, make straight in, runway 31 right. Okay, looking for the traffic and straight in, and 31 right, 9027 hotel. 27 hotel, verify you have information hotel. 31 right? Affirmative, 9027 hotel. Engine the green, airspeed live, 45, 50.55, rotate. 还真是有点侧风。Traffic alert, don't worry. 然后呢 climb to 74. Yep. Oh, 对了。Traffic. 好。
那边有 traffic。那没事，看见了。好，现在我们开始已经在 climb 上面到3000尺了，然后到3500尺的时候我们停了。但是呢，我们已经出来了。现在大家可以看见，不知道看见看不见。这个蓝的这个圈呢，就是refuel 的这个 space， 就是那个 airspace。然后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换到其他 frequency 了。比如说咱们下一个机场，那个会到那个16，就是San Martin 的 frequency 是12.7，咱们就换一下。刚才是摁一下是 squelch。什么意思 ？Squelch 就是这个 ，SQ Squelch。Okay. 哦，对了，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Squelch 的话呢？就是 Squelch 的话呢，他会把一个，我、哦、还真不知道，我以前在大学还学过这事。那就是他好像就是他是把那个 gain 叫他还是把这个 boost 反正弄一下，他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volume 的那个 bass 要提高一点，这样的话比如说听不太清楚的时候呢，反正可以把 Squelch 弄高一点。刚才是 Squelch 啊。这是把它拔起来，摁一下，这个 radio 是摁一下，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好像是拉，是忘了，对，这个是拉，那好像是 test， 可能是要拉一下，对，还是在哪儿我忘了，是这个，这个好、OK， 这是 test 那个 ELT， 要拉一下 ，OK， 然后呢，就在当时我还忘解释，就是说这手术会有两个号码的，一个是 active， 就是现在是能听的，能 transmit 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standby， 调的时候总是调 standby。然后上边这个 panel 的话也挺重要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panel 可以选择哪个 radio 中文怎么说？步话机？也不是步话机，无线电吗？无线电，我就不知道。然后呢，上面有总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 com， 两个 com， 对吧？就是一个 radio， 两个 radio。然后还有 nav， 因为这里边还有那个叫什么？这里边有 navigation 的，就是那个VOR 的，对。然后呢，这是一个 nav， 然后这个换的话呢，还得按一下 function 才能换。我说他不是很喜欢这个 radio， 因为这个很清楚对吧？哪个钮是哪个钮？对，这个还得按一下，比如说按一下 function， 然后再选。我觉得这个挺讨厌的。OK， 对。还有什么呀？对，然后这可以选的是听的。transmit 的话呢，就是往哪边发的话呢，是用这个钮。好，那你能帮我查一下就那边那个 frequency 吗？ASOS 是132.275。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两拐？二七五。两拐五。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就一般都是这么说嘛。好，咱们可以听它一下。19er remarks density altitude -100 Watsonville Municipal Airport, Watsonville, California. Automated weather observation 182 Zulu. Wind 160 at 04. Visibility 10. Sky condition clear. Temperature 14 Celsius. Dew point 08 Celsius.Altimeter 3019er. Remarks. Density altitude -100. Element traffic, Meridian 8. 哦，对了，大家，咱们还得说一下这事儿，因为呢，咱们今天去的是 Watsonville 那块没有 control tower， 所以说呢，进去之前呢，还得自己去 announce 一下。然后那个也跟一模一样。2129 Charlie turning base runway 20. 哎，这是咱们学校的。219 Charlie 是咱们学校的对。然后呢，这像咱们现在10迈了，应该是10迈、5迈、3迈 announce 一下，那我就 announce 一下。Watsonville traffic test on 3547 hotel 10 miles 3500 over 10 miles northeast inbound full stop. Watsonville traffic. Watsonville traffic red series 2 Julia Zulu turning left base number 2 runway 20. 这样的话呢，可以的。这样的话可以听见，就说什么呢？他们现在用20，这样的话知道。那怎么进20呢？descending through 2300 inbound for a left downwind for 20 Watsonville。我们进20可以 straight east。不行，这个好问题。就是我说 control tower 的话呢，它可以让你 straight east。Non-control tower 的话，绝对不能 straight east。哦，这样吧。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And how's the parting traffic?不知道，你看不见其他飞机，你看他在哪里？所以说不管怎么着的话，咱们就必须得进这个什么，进那个、okay. 进那个进 traffic pattern。OK， 好问题，我以前想，我今天早上想能不能这么 straight in 的，突然想不行，绝对不行。哇，这么多飞机。20 left
turnout for Hollister. Watsonville will be up before you are ready to land there. I'm heading over to Watsonville traffic 290 Charlie's taxiing on Alpha to Hollister 20 Watsonville. Watsonville traffic test of 3547 Hotel, 5 miles northeast, will be going entering the left downwind with a 45. Watsonville traffic. Well, what's it? 哦，Travis， 这样的话，咱们是往这边左，往左边拐， okay. 然后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turn， 然后进去他那个 45。OK。 Watsonville traffic test on 3547 Hotel, entering left downwind for 20 Watsonville. Oh, 现在 add the numbers. Watsonville, Mooney's clear 20 Watsonville. Watsonville traffic test 2129 Charlie taking off runway 20 Watsonville. Sure. 有一架飞机在起飞，没事。 我的二 turn 没有太远了。 Watsonville traffic test 3547 Hotel turning left base 20 Watsonville traffic. 3547 Hotel, we're going around the... Fucking hell. Oh, never mind. Watsonville traffic, Cardinal 17 Delta Mike, holding short 20 Watsonville. Watsonville traffic, 3547 Hotel, we are actually on final for 20 Watsonville traffic. Flip it out. 这个 rudder 踩到底了吗？对。 Watsonville traffic, this is 2129 Charlie on left crosswind, runway 20 Watsonville. And Watsonville traffic, this is 4 Delta Alpha, upwind and making a right crosswind departure along the coast. 这跑得好快。 Watsonville traffic, Cardinal 17 Delta Mike line up and wait 20 Watsonville. Oh. Nice. 错了。 Watsonville traffic 2581 for Yankee. We are 6 miles from the northwest. We'll be flying over 09 at 2000 for left downwind entry 420. Watsonville traffic. 为什么这个 uncontrolled? Watsonville traffic, Cardinal 17 Delta Mike on the go straight out 20 Watsonville. 怎么走？ Watsonville traffic 2129 Charlie on left downwind 20 Watsonville. 好吧，大家好，那好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因为已经降落了，然后我们去吃个饭，然后咱们下个视频见。好，拜拜。